Hello， 大家好，我是 TFO 的小李，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Tax-Free Online 日本线上免税购物网站的免税商品 Buken 的 Akamoku no Chikara。 Akamoku 是指铜沼，那这个铜沼是日本东北沿岸啊，还有这个中国沿岸附近才可以采到的一种海藻。那铜沼呢，就是跟海带很类似的这种海藻之一。对，那它的这个营养的成分特别的高，所以又被称为这个超级海藻，这个就叫阿卡莫库。阿卡莫库的奇卡拉主要是在防止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骨质疏松症呢，又叫做健康的沉默杀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常常都会忘记要保护它啊，要去保养它。那骨质疏松症呢，差不多也是在20岁到30岁中间达到最顶峰之后呢，就会开始它的密度会开始慢慢的去走下坡。那大家也会常常去忘记保护它，然后到了一个年纪呢，就会发现，哎呦，怎么自己好像容易骨折啦、啊、腰酸背痛啊？这其实就是骨质疏松症的前兆，就是说，哎，你的骨头啊，你的钙质开始在流失了。对，那这时候就是推荐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要提早保护自己的骨头。那铜沼呢，在这个日本秋田开始啊，以北日本的东北跟日本的北陆地区，这个是铜沼是他们当地。有许多他们当地的料理都会使用的一个材料之一。以外呢，东北那边听说也有很多人都会生食这个铜沼的一种习惯。对，那铜沼呢，它就是很黏，非常黏的，像这个纳豆一样。日本人他们也觉得这种黏黏的食物都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的，所以呢，很常食用这类的食物来保养身体。那这个铜沼里面呢，有这个叫做 HOMAX OT 的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呢，是这个日本的骨质疏松症的这个医学研究博士山口正义博士所发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就是从这个铜沼里面所提取出来。那 Buken 呢，就是也使用这一种成分来制造出这个 Akamoku no Chikara， 来做成这种骨质疏松的一种保健食品。那平常如果你有在服用这个其他的防止骨质疏松的一些保健食品的话，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善的话，看这个海藻的这种成分，你服用起来看有没有对你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方面有没有明显的改善。对，那因为这是日本道地的一种保健食品，从生食做成这个保健食品的产品非常多。对，那如果其他这种海藻以外的成分的这种保健食品如果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下次可以来试试看日本的铜沼之力，看对自己有没有明显的改善。它一天服用2粒，对，那一包呢总共有60粒，所以一包是1个月份。那在日本线上免税购物网站呢，你们可以买到一包或者是3包，3个月份的，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稍微改善说，哦，你的腰痛啊，骨头不舒服，好像很容易骨折啊，或者是可以当成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的最好的一个伴手礼哦。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那下期呢，我会再为大家介绍在 Tax-Free Online 日本线上免税购物网站更多日本制的免税商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